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你们爱看房地 local foodie 啊，炳文，那大家可以叫我大炳。今天呢，我们一块去探班吧。应该上来说呢，我们是去看一间位于 Arcadia 的房。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我们现在呢到这个加油站啊，我要去先加个油。这边就是这个我特别喜欢来这边加油的一个加油站，这是今天的一个油价。现在还正在加油过程当中啊，今天呢我查了一下温度表，今天的话是36度。然后我记得上次我们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因为那边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热，暑假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43度，所以就差了这边36那边43，差了7度，感觉还是真的还是非常热，差7度其实没差多少。Hello， 大家，我已经到这儿了。这一间的话叫 Open House，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正面这 Philly Estates， 就这一栋。待会儿我们就下去看一下吧。啊，在我进去之前，我还是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就整个这个从外面看是怎么样一个感觉。里面这个非常大，因为这个的话，整个占地面积是。所以我们现在不到分儿对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感觉到好像里面没有人，在外面这个玻璃好像不太看得清。然后现在门口了，我就这样子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吧。这间呢是2533 Doolittle Avenue， 是我们团队独家代理的。然后呢，我们的 agent， Hello. 同事在这儿。这位呢是 Kevin， 这位呢是 Evelyn。哇，从门口进来以后，这个就是客厅了。这边呢是一个厨房，我们先往这边走吧。后面这个院真的是非常的大，大家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游泳池。我们从这边出来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从这边往后看的一个角度。这扇门呢，从这边进来以后呢，就到这个院儿了。行，那我就继续再走一下。Hello， 然后现在的话，我在后院这旁边的话是一个游泳池，待会儿的话我会进去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游泳池在旁边呢，就是一个草坪了。这的话，我听说原来是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个篮球架。啊，可以在这边打篮球，啊，非常不错。这边的话是属于 Arcadia 学区。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个视频的话，大家知道我是在Arcadia 高中毕业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对 Arcadia 整个学区吧，就觉得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也算是高分学区，当时也是因为高分学区，所以才来 Arcadia High School 这边念，啊，对。我们现在呢，再从第一视角这边呢，再去看一下。这边几个卧室在哪儿？我们先看这边的，一共是有4个卧室。这个的话就是主卧了，主卧里面的话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衣帽间，很不错的一个感觉。这边的话是一个厕所，然后还配有两台这个洗衣和烘干机。再直往这边走。这边呢就是第二个卧室了。再给大家看一眼，那边是
第一个卧室，第二个卧室，这边呢是一个厕所，这边呢又是另外一个卧室了。这个现在大家看到就是第三个卧室了，还有一个卧室是在厨房的旁边。想在这呢，就是说纠正一下，刚刚我在外面的时候就站在那儿说的，就我说整个房子占地面积其实只有11000多平方英尺，然后室内占地面积呢是2000多，所以它的一个主要占地面积呢多的是外面的那一部分。我现在带你们去看另外一个就位于厨房旁边的那边的话，非常适合做一个 guest room， 就平时有客人过来那边呀，其实是完全不影响，完全分开的，就感觉私密性也是非常好。就如果有客人住在那边的话，我们现在不打分儿，就去看一下吧。这边的话就是第四个 bedroom。就刚像我的同事说呢，这边这个的话是完全可以做成一个 guest room， 就客人来啊，就完全跟那边的，因为那边的三个的话是比较主要的卧室，然后跟这个 guest room 啊跟那边那个是分开的。关起门来，就是说我在那边进来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这边还有一个房间，所以说真的就是意义上面的一个 guest room。这边这个厨房。都是完全翻新过的，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这个厕所吧。这的话是一个电动的马桶，大家看，这边的话配的都是一个电动的马桶，因为那边的话，刚我去看那边那另外一个 bathroom 也是。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超级喜欢这个房间的，因为旁边的话就是游泳池，就觉得就是有一个海景大概的一个视觉感，感觉好像有点反光，大家没有特别看得清。对，大家看到就这个的话，游泳池正好是对着这个房间，从这个小窗这边呢可以大概看得到。就上期视频呢，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在下面就说呢，我拍的视频有点抖，因为上次的话确实是因为我跟我同事莉亚带客人去看房，所以感觉没有特别有机会真正把这个相机给稳定住，所以就觉得好像就边带客人跟客人聊的时候就顺带的拍了一下二班那边那四间对。然后的话我觉得就有一位观众朋友在下面评论到，就说建议我买一个云台，我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因为我的话一般是比较习惯在我的手机上面拍，所以我下次的话我会整一个，就是说手机架就固定住，我觉得拍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加好。但是我回看的时候确实是挺抖的，就是说从这个镜头切换到下一个镜头呀，就是它是一瞬间就有好几个镜头，真的是一晃就过去了。所以说以后我觉得要拍高质量点呢，还是得要有一个就是专业的一个设备，就比如说像那个观众朋友所提到的一个云台。我觉得拍视频非常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有时候就像我现在拿手机在这边录视频，我是就是一段一段录，然后最后把所有视频都剪辑，然后组合成就是说一整个长视频。但是的话就有时候像这些一段段我们拍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没脑补好，然后讲的话真的得要反复的讲2-3遍，然后才正式拍到自己满意的那个小片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拍视频的时候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我个人拍的话，我真的是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小片段我真的是拍了好多遍才拍到自己满意。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我现在拍的这个呢，是我拍的第二遍。这个设计的话我就特别喜欢，就这个的话是我还在第二个卧室里面，就旁边大家看到有一个这个地方，就走一直走的话就走到外面了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属于 Arcadia 这边的房子的一个就是说 characteristic 之一。它跟尔湾那边的 condos 就 detached condos 和 attached condos 是就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就很有人呢特别喜欢 Arcadia 这边的这种，有人呢又特别喜欢尔湾那边那种，就觉得就像我上期视频我也讲嘛，不单单是一个房型的一个不一样，再加上一个位置的一个 location 不一样。 Arcadia 这边的话它靠近山因为它位于 San Gabriel Valley 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尔湾那边呢则是靠近像新港呀，就是说一些海滩城市比较多。接着我们去看第三个卧室，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厕所。像我刚刚说的这边这个厕所呢也是一个自动的，就你一靠近它就自动降起来了。我真的好喜欢，我真的爱了，真的不是为了宣传这间房还是什么类型的，就一进来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跟外面看到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真的是实打实的一间Arcadia 这边的一间 single family home。 这边呢是一个 closet 现在好，就大概说一下这边的学习，就这间房对应的几所学校公立学校。小学的话是 Camino Grove Elementary School 初中的话是 Dana Middle School， 然后高中的话是 Arcadia 高中 Arcadia High School， 就我毕业那一个像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呢，就是像 Arcadia 这边的高中以及 Arvan 那边高中对比， 我感觉我最近特别喜欢对比这两个城市，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住在 Arvan 那边， 我也经常去那边找他们玩，所以说我就说比较喜欢对比，我也做了好几个视频。但我们回到刚刚所说的 Arcadia 高跟尔湾那边的一个高中不一样的，就尔湾那边高中有非常多所，有 University High School 呀Northwood High School 啊，就好几所高中，而 Arcadia 这边呢只有唯一一所，唯一 Only Arcadia High School。 现在 Kevin 的话把这扇门开了，我们就往这边看一下。哇，这边这个院真的挺不错的，就如果有小朋友在这边玩呀，就说可以建一个什么小乐园在这边玩，然后有狗的话在这边遛在这跑。Office， 哦，这边真的是对，所以刚刚像 Kevin 说呢，这边呢他们已经就是改成了一个类似办公室一个小 office 的一个地方这边呢可以做成一个小 office， 然后或者大家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健身房。这个柜子的话也是听说是他们新换的呀，就客人花了800块钱真的是基本上都是新。哇，从这边这看呢感觉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就好莱坞就那些明星他们住的那个一个感觉，就这扇车库门。行了，我们现在进来了。现在又来就是说客人了，今天的话应该是第几组了。行，现在的话补充一下水分，这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它就基本上不太甜。今天的看房探班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这个是 Kevin， 这个是 Evelyn， 我两个同事今天的话有好几组客人都过来这边看了这个房的话真的是非常不错对，我是饼文，大家也可以叫我大饼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那行，那就到此结束了，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哇，今天时间真的也是挺快的，没想到那么快就已经到了 open house 的结束时间。 You made it, officially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video. Thank you so much for sticking here with me. OK, 现在在回家的路上了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然后如果未来需要买房卖房朋友记得联系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